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蓝同学脑洞工坊，我是蓝胖。相信对于新闻热点比较敏感的观众朋友们，应该对近期有关猎豹的话题相当熟悉了。在冬奥会短道速滑的比赛结束之后呢，全网铺天盖地的都是有关感谢猎豹、猎豹辛苦了等等话题。只要稍微一搜索，这只圆滚滚的白色高速摄像机就会出现在咱们的手机屏幕上，十分的吸引眼球。那么猎豹到底是什么呢？它和以往的赛事高速摄像机有什么区别呢？为何全网都在热议它呢？这一切的背后又有什么深层的含义呢？本期节目咱们就来聊一聊猎豹赛事高速摄像机以及背后更加强大的赛事裁判取证系统。在北京冬奥会2月7日晚男子短道速滑1000米的决赛中，韩国与匈牙利选手先后被场内的摄像头捕捉到了犯规动作，最终经裁判认定比赛成绩无效，由中国选手任子威摘得金牌。赛后呢，韩国队和匈牙利队都对比赛结果进行了申诉，但在第二日国际滑联还是驳回了他们的申诉。据了解，在短道速滑的比赛中，参赛选手之间的碰撞与意外情况频频发生，但是故意制造的碰撞一定是犯规的。然而由于选手的速度太快，很多的犯规行为不能及时的被裁判捕捉到，也因此会对参赛选手带来很多的困扰。那么本次冬奥会的赛场上，裁判为何能够如此精确地捕捉到参赛选手的一切小动作呢？对此网友们议论纷纷，认为这都要归功于比赛现场的一支黑科技猎豹。猎豹全名猎豹超高速 4K 轨道摄像机系统，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时五年自主研发的一款特种摄像设备，专门用于冬奥会速度滑冰赛事的转播工作，本届冬奥会也是它的首次亮相。那么首先，什么是轨道摄像机？顾名思义，轨道摄像机就是将摄像机架设在预先铺装好的轨道上，再配上一套高速电机，以此来保证摄像机可以在轨道上高速且稳定的运动。目前电视上播出的运动比赛实时画面以及慢动作回放等，基本都是来自于高速轨道摄像机。据统计，男子运动员在赛场上奔跑时的平均速度在15米每秒左右，最快的峰值速度能达到17到18米每秒，约等于70公里每小时。而本次央视总台研发的猎豹超高速轨道摄像机能够达到90公里每小时的超高速度在轨道上奔跑，堪称世界之最。因此猎豹不仅可以在赛场上牢牢地跟着运动员一起奔跑，甚至还能实现超车。再加上 4K 高清能力的加持，赛场上运动员的一点点小动作都能被它清晰且准确地捕捉到。于是猎豹一被媒体曝光，就引来了全网巨大的关注度，很多人都将这次短道速滑比赛中裁判精准判罚的事情归功于猎豹，号召大家感谢猎豹，转发话题吸引更多的关注。然而很可惜，网友们的这一波操作还是用错了对象，感谢错了人。据了解，猎豹是工程师们最新研发出的产品，只有一套，而且对场馆的要求比较高。目前这唯一的一套被设置在了冰丝带国家速滑馆，而2月7日的短道速滑男子1000米决赛是在首都体育场举办的，因此现场并没有猎豹摄像机出现。然而大家看到这里呢，也不要太失望了，因为在当天的比赛中其实还是有另外一套大杀器存在，也就是被称为飞猫的摄像机阵列系统。由于短道速滑比赛的场地限制太多了，铺设轨道并利用摄像机高速移动的方式来捕捉画面会产生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因此飞猫和它使用的摄像机阵列理念很显然是更加适合短道速滑的赛场。本次首都体育场中安装的飞猫系统是由40台 4K 超高清摄像机阵列再加上3台 8K VR 摄像头组成。哇哦，这么多数量的摄像机再加上超高清摄影技术，使得这一套飞猫系统能够实现赛场视角的完全覆盖。引用官方对其的描述，这套系统是可以提供给冰雪项目交互式多维度的观赛体验，也就是说它可以有多个视角提供给观众观看，既可以选择子弹时间式的环绕镜头，也可以自由切换角度放大缩小，就好像是在玩游戏一样。有了这样一套高科技摄像机阵列系统，除了观众能够享受到完整且清晰的转播画面以外，裁判也能利用它来辅助判罚。
那么听到这里，你是不是就开始认为，这场精彩的短道速滑比赛，我们最应该感谢的不是猎豹，而是飞猫了呢？其实也不然，别忘了上面我说到的是飞猫能够辅助裁判判罚，这就意味着裁判判罚所依赖的主要设备应该是除了猎豹和飞猫以外的另外一套。哦，据了解，裁判判罚使用的是一套独立的仲裁摄像系统，包括了多机位的摄像机和慢动作重放系统。这一套独立的仲裁摄像系统其实并不是什么新出现的技术，但是却十分的可靠。通过这些固定摄像机的精准拍摄，每个运动员的动作细节和比赛中的时间信息都可以被准确的记录下来，之后裁判就能够以慢动作模式来回放，细致的分析影像中运动员的每一个细节。它跟上面提到的飞猫和猎豹这些电视转播系统是完全独立出来的，在出现争议时，裁判还是会主要依赖这套单独的仲裁影像系统，其他的系统也只是辅助而已。最后，除了上面提到这些摄像技术以外呢，本次冬奥会还有什么特别的黑科技值得一提呢？简单来说，就是人工智能和5G 了。在首钢园区的滑雪大跳台，中国选手谷爱凌用1620拿到了冬奥会历史上自由式滑雪大跳台的第一枚金牌，而现场的很多精彩动作都被摄像机完美的捕捉到了，这在之前其实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滑雪跳台项目中运动员的动作幅度往往都很大，速度非常的快，只依靠摄像师的手和眼是很难准确的捕捉并对焦到运动员身上的。而本次冬奥会呢，工程师团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专门研发了人工智能辅助系统，在赛道的多个关键点部署了超高清高速摄像机，对运动员的起跳角度、速度、姿态控制和距离等三维动作进行捕捉，再通过智能图像处理技术帮助分析每个技术动作细节并快速生成数据，这样一来无论多快多远的动作都能被摄像机精确地捕捉到了，我们因此才能看到这么多的精彩赛事照片。此外，滑雪比赛中雪山赛道的海拔落差都很大，气候也变化多端，在低温和复杂地形的条件下，数据传输往往会受到影响，此时 5G 技术就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了解，为了本次冬奥会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北理工团队通过无人机载激光雷达扫描系统实现了高精度重建雪场和训练数据的实时传输，并且为了在高速运动中精确定位，赛场中也使用了高帧频发射机，并且首次用到了北斗定位系统配合固定基站，将定位精度提高到了厘米甚至毫米级别，这一切都需要 5G 的超高上下行速度才能实现。因此可以说，本次冬奥会的背后呢，也凝结了非常多的高精尖科学技术，正是多亏了这些技术呢，我们才能足不出户看到如此精彩的比赛实况，而运动员们也因此能够得到更加公平的判罚。好，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的话，不要忘记点赞、转发、评论以及订阅，我是蓝胖，我们下期节目再见。